天气好好啊。我家小哥现在比我都高了，现在有没有165啊？这件是格子的针织，我穿的是中号，我的身高体重是1.6米，体重是120，我穿中号是刚刚好的。这一件的质量很好，这样子针织的。这一件 T 恤我穿的是小号，这个有额外7折，折后价是1862，3折之后再7折。你看这个，我儿子1.65米了，穿的加小号，他穿那个肩膀位置刚刚好，这个肩膀位置，这个位置都不算大。这个是男装的卫衣，刚刚我儿子穿的那件，我穿的中号，好大一件。我儿子穿加小，我应该穿小号就可以。这个是针织的裙子，我穿的中号有点大，但是很便宜，这个质量是不会皱巴巴的，很有那种下坠感。我应该穿小号或者加小号，我还挺喜欢这种款，这种条纹的好看。折后是2760。这个是全羊绒的围巾，这一个也是全羊绒的，原价4300，再有折上折2000多吧，折后就是2000多一点点。这些都有额外7折，经典款，格子的，全都是格子的，苏格兰制造，100%纯羊绒的。这个是男装。男款还有这个，这个颜色也很好看，买好了。这个是围巾，折后价2400多，原价3440。这个衣服最划算，这个折后价是903。然后这一件也是。这一件本来是1140，折上折798，这个798。这一件是我给我儿子买的，2920，折后是2044，给我家小哥买的。发现了一件特别划算的风衣，我穿的是小号。折后价是2835，重点是这个背后有巴宝莉的 logo， 特别的好看。还有一个橙色，我觉得橙色没有粉红色好看。小鹿 T 恤巴宝莉，我穿的是中号，我125斤，居然不会显胖。这件也有折上折，1300，折后1300。这一件上衣是全真丝的，好好看呢、啊，还多一条这个围巾，这围巾也很好看，还有个标记。这一个暂时没有折上折，我看的好看，我觉得好好看，我才拿来试的。好显示哦，全真丝来的，很大一件，可以放到很大一件的，我觉得150斤都可以穿的那种，特别的好看这一件。